贞观这些年，魏征是一直不改直谏，多少次了，让陛下感到难堪。他不是不能改，而是改了，他就完了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我确实受益良多。我说过，它是一面镜子。我有时候确实有点怕的。陛下还为他写过碑文呢。李世民下令拆毁魏征墓碑。陛下，你在那儿干什么？陛下，该歇息了，天快亮了。北马，陛下。北马，陛下，您要到哪里去？去宗庙。父亲，你的长孙程潜谋反，没有流血；你的重孙青鸟谋反，没有流血。父亲，我不能杀他们，我不能啊。都是我的错。现在你的继孙智奴已经册封为太子，父亲，你告诉我，他合适吗？啊，你告诉我吧，父亲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了。
我明白了，父亲，你当年有多难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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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陛下，陛下，哈哈哈！陛下，陛下，哈哈哈！陛下，哈哈哈！哎呀，赐我坐吧，赐坐。哎呀，这两仪殿呐，走起来还真有点远呢。哎，真是不如以前了。我看你挺好嘛。承蒙陛下允许我五天上一次朝，在家里啊，吃吃自己想吃的东西，
穿穿自己想穿的衣裳。哎呀，有一次啊，我想吃马肉，你说我们打窦建德的时候没有吃的了，咱们只能杀马吃肉了。嗯啊，作孽啊。哼，打天下靠的是马，如果不是活不下去了，能吃马肉吗？嗯，酸的，马肉是酸的，不能吃啊。我已经想不起来它是什么味道了。哎呀，陛下，我这次来听说你又做梦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你做的是噩梦。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你还记得不？武德九年，我给你做门神的事儿，是不是又梦到那一回事儿了？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记得起他来，是不是因为成钱的事儿啊？好，你别在意，有我在。哼，我再给你做一次门神，把他们全挡住。尉迟，你知我心呐。陛下，要不要再做一次法事驱鬼啊？你知道，我不信这个，我是不是老？最近时常想，我应该活得长一点，再长一点。我想看到太子登基，我自己退为太上皇。我想看到大唐的人丁兴旺啊！无忌啊，无忌在。你劝我立智奴为太子，我看了，这孩子太弱，不够强悍。你说他能担得起大唐的江山吗？啊！陛下，现在不是打江山，现在是治江山了。治江山靠的是能臣，即便君王弱一点也没有多大关系。前几年打猎的时候，吴王克我看了，我看这孩子行，遇事果断，像我。你说立他为太子怎么样？哎，陛下，您还嫌不乱吗？您是不是还想再乱一回呀？
你是不是因为李克不是你的外甥，你就不同意？是不是？太子是什么人？是储君啊，是一旦有不测，他就要出面全面执政的人。您说，您说这样的人换来换去，是要出事的呀。程潜和青鸟，不就是这样吗？陛下，礼智仁厚，他是守得住文治的江山的人。举棋不定则败，这何况是选太子？这个地方，不对，应该在这儿啊！啊，陛下驾到，太子到。你们议论什么呢？啊，朕还没有进来，就听见嗡嗡嗡嗡的声音，说什么呢？啊，今天早晨朝廷派往漠北的使节回来了。大家都在议论他带来的消息。啊，什么消息啊？陛下，漠北的可汗病重，他弟弟薛延陀趁机独揽大权，召集所有的军士，宣称要举行一次大的演练，同时摆上酒席，邀请所有的臣属一同参加阅兵。席间，他突然发动攻击，把100多名臣属全都杀了，之后闯入大帐。逼可汗让位于他，可汗不肯，他就亲手杀了可汗，把可汗的尸体砍成数段，抛入了河沟。现在薛延陀控制了漠北，截断了北方各部落向大唐进贡的道路，把所有给大唐的贡品全都抢去了。这个漠北不是一直在进贡吗？那个薛延陀是啊，他是怎么回事啊？薛延陀这个人身材高大，性情凶暴，身带5把佩刀，左右侍从不敢抬头看他，上马下马，常常让高官贵族趴在地上，薛延陀踩在他们背上当做马镫。这个薛延陀弑君暴政，应该讨伐。其他的方面还有什么消息吗？薛延陀打算切断漠北向大唐朝贡的道路，所以漠北周围的几个部族都向大唐祈求救援。陛下，这是求援信。你接着说，他现在怎么样？薛延陀他率兵攻下2座城池，我前去劝他，说大家都向大唐称臣，应和平相处，可薛延陀他不听啊。这个薛延陀弑君暴政，侵略友邦，朕是天可汗，不能不管。传旨，朕要亲率大军讨伐这个薛延陀。陛下不可，漠北路途遥远，粮秣运送艰难危险，薛延陀精于防守城池，不易攻打呀。陛下亲征，臣以为不妥。行了，朕知道了。陛下，臣也以为不可呀。漠北的情况诚然可以讨伐，但是派2-3位猛将、4-5万兵马，以陛下的声威击溃他，易如反掌。
况且太子刚立，年龄还小啊，陛下离开长安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臣以为以天下万王之王的尊贵有些轻率了。自古以来，不管君王怎么处理，冬天都不可能耕田播种。可是随便一个农夫都可以在春天耕田播种，什么道理啊？上天自有运转，我们与时运转就能成功。这个轩辕陀杀害漠北可汗，虐待文武百官，百姓等着救援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时机，机不可失。你们这些人议论来议论去，就是看不到这一点。行了，朕定征伐漠北。陛下，我老了。来，此座。魏国公，武德年间你平定南方，贞观年间你北破十八部，西定吐谷浑，现在漠北的情况你也知道，你有意领兵吗？过去凭的是陛下的天威，我才有那么点功劳，现在又有病，人也老了，难得陛下这么信任，当然还是由我来领兵。魏国公，我经常想起你的功劳啊，不过天催人老，奈何不得呀。这样吧，这次还是我来吧。陛下也不是当年了，看来我们总还都迷恋着军功啊。不过御驾亲征，陛下还是要三思啊。总之，魏国公认为漠北必打无疑。陛下带太子亲征长安、洛阳，守卫必然空虚，况且一个小小的薛延陀不值得劳动御驾亲征啊，派一支小小的分队就足够了。你随我打过洛阳，我看当年的雄心你是没有了。这样，我命你为一左马军总管，随我征讨漠北。是，陛下。这个漠北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蜀地吗？薛延陀他再厉害，怎抵得上我大唐的军队？派个将军去不就行了吗？再说陛下要亲征漠北，那朝政怎么办呢？你不明白，无忌，征伐漠北本来派李世济将军就够了，我要亲征是为了治奴，你明白吗？我要让他知道打和治都不容易，有了这场战事就能学到很多东西，征调民力，判断战机，考察官吏，这些在太平年间是学不到的，明白吗？您是要把太子留在京师吗？对啊，这也是我担心的，我走了把满朝的事情都留给他，
我怕他力不能支啊。是啊，陛下，您要把太子留在京师，那危险呐！智奴他没有经验呐，很容易被人挟持。挟持？这太子要是被人挟持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说的对。那好，我把智奴带走，留下房玄龄掌管朝政。再多留一个人吧。嗯，房玄龄我放心。我看留萧雨吧，萧雨啊，他是个喇叭，他看不惯的地方他就说。陛下要远征，即使是最信任的人也要留下个对头。留萧雨。房玄龄呢，是一个谨慎的人，不过有时候过于谨慎，我发脾气的时候他经常是面无人色，让我感到很后悔。萧雨这个人会不会让他谨慎到无法做事？这样吧，把萧雨留在洛阳城。圣旨，大唐皇帝令，命司空房玄龄留守京师，右卫大将军兼工部尚书李大亮为右副留守官，贞观十八年10月初9日。我们出发以后，朝政由你全权处理，朕就只管北伐的事。是，陛下放心。太子朕带走，你记住，朕要你全权处理朝政。臣明白。陛下，安西都护府持报玄奘已到达西州，他恳请陛下赦免他违反禁令西出阳关，好能回到长安。朕不但要赦免他，朕还要你出长安100里去迎接他。到了之后告诉朕一声。是。我先生有事一定要找你。带他来。进来。大人，我应该不认识先生吧？司空大人不认识我。那先生有何事呢？请并退左右。很严重的事吗？我是来告密的。
你就在那儿说吧。好。先生有何秘密啊？我要告发一个人。你要告谁？告司空大人，也就是你啊。你告发我？又来告诉我？这还是告密吗？我看你是因有密要告而紧张的糊涂了吧。我没糊涂，我要告你司空大人房玄龄啊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去一个地方，任你怎么说对我都是秘密。不用，我就告你。来人，大人，把他送到陛下那里，告诉陛下他到我这里来要告我的密。是，随我来。慢，我刚才说什么了？大人说他到大人这里来告密。错，记住，他到我这里来告密，说是要告我。陛下，京师急躁。拿进来吧。你看看吧。果然是这样，我已经教他拳拳，可他连这么小的事情都送到我这里来，我把他留在京师何用？这个房玄龄啊，哎呀，优柔寡断呐。把那个告密的带来。叩见陛下。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。你再说一遍，司空这个奏章是怎么回事情啊？这看不懂啊。司空大人交代，此人到司空大人那里声言告密，司空大人问他，他说此秘密是告发司空大人，于是司空大人命小侍带他到陛下这里。你把头抬起来。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。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。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。来人啊，在。斩。是是。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。走。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。你转告司空，我只替他处理这一件事，没有第二次。上旨，大唐皇帝令，刑部尚书张亮为刑军大总管，太子詹氏兼太子右卫军李世济为行军大总管，率步骑兵60000人及兰州、河州的部落向漠北进发。先行的粮草出了问题，这个仗你让我怎么打？就地免出，违听此人事，亏是张副职押回长安。
是。又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？说呀！程潜死于黔州了。停止一切攻势，按国公的待遇埋葬程潜。是。原为王一党，王圭不在了。杜楚客被贬为平民。冯一爱虽然没有处置，也没用了。现在除掉了韦挺、崔仁师，就只剩下一个岑文本了。前魏王只是被流放，被陛下召回，不是没有可能。赶紧把前魏王那些党羽都灭掉，才能确保太子。停下！师，还是上骆驼吧，路还远呢。走吧，走了19年，终于走回长安了。迎接的事宜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千万啊，方大人，您看前面。哎，你看，是他们吗？好像来了。哎啊，你看。好像是的，是。哎，
是他们来了。哎，终于来了。是啊，是他们。是啊，是啊，是他们，就是他们，是他们。终于回来了。高僧一路辛苦了，玄灵等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谢陛下赦免，我当年私出阳关，西去求法求经，违犯大唐禁令。哪里的话，我们盼高僧还盼不来呢。谢司空远迎，不敢当。什么远迎啊，我是来迎福的。我听说高僧带了不少的宝贝，我可以先睹为快呀。 啊， 啊。